你的悠悠航海透过月饼台，凸显我宪兵雄壮威武、气势磅礴的精神。宪兵指挥部快速宣言，成立于民国107年1月1日，原声为享誉国际的宪兵机车连。唯一使用重型机车。今日转业亦有松心缘，环环相扣，华府繁衍相慕。请各位长官嘉宾拭目以待。首先为各位带来第一个展业项目是风车队形。胜利火花。
车手将呈现完美的信息，象征着国军与全体国人上下团结一心。无论遇到多少困难，我们将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。他的操演展示了机车手们精彩的驾车技巧与默契。接下来的操演项目以障碍物超越为主题，请各位嘉宾拭目以待。首先，操演的项目是同向同边障碍物超越。像操演障碍物闪避技巧，重点在于机车手在两条道路会车时，如何以眼角余光精准掌握彼此距离。操演项目是同向交错障碍物超越。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。